认识我这两把枪。老子才是李向阳。俺是李向阳。我是李向阳。我是李向阳。俺是李向阳的老婆。丁妈妈，我得跟你讲一下你们中国的历史。来，岳飞当年反抗的是女真族，哦，也就是现在的满族。那你看现在，满族和汉族不是一家人吗？哎，从发展的眼光看这个问题，将来我们大和民族和你们汉族也会是一家人。哦，so， 你的儿子现在进的是大校，校中的是大东亚工程权。郎中还来不来了？不是说今天要给我看病吗？明天，明天，林妈妈休息吧。丫头，嗨，把丁三叫来。嗨，大哥，大哥，来人，他们怎么了？把大哥抬走。你们还算人吗？你们还有没有点血性啊？啊，还不反了？把他放出去，爷爷带你们跟洋鬼子斗。哥呀，他们给鬼子当狗当惯了，叫不回来。狗奴才。你，我得这么看你，这么的不像岳飞。我是大头，丁大头。哦，不是岳飞。是是，你的任务就是保卫大东亚工人权。哎，是。这你得明天的再抓十个军男人。大佐，我这上哪儿去抓去啊？必须抓来，而且要是个强壮的直男人啊！亚楠给高娃三赛的任务，明天马上就要开始了。这，是，大佐，我能不能见见我娘？不必了，我得替你见过了，他的非常的好啊。任务完成之后就见到了。谁用的了？啊，谁用的了？是。这就是墓室，应该是这儿了。从这儿挖进去，十几米就能进实验区院子。有船还有三天
就能把新军团研制出来，必须赶在这之前给他毁了。队长，你估计咱得几天？白天黑夜轮流干，一定要在三天之内完成任务。小赵，我得进一趟城，想办法要把丁大头的老娘给救出来，这儿交给你。是。队长，小心点，快放。热了，太君。还热，不是？还热。要不然你自己来吧，你出去吧。八哥，八哥，我告诉你，不要再跟我耍任何的花招。那三个兄弟死的都不成人样了。作孽，横在咱们这抓十来回，咱们就死了了，也怎么是吃阿的药？这帮人还怎么可能不打人打畜生？嘘，你可别乱说，不然咱兄弟都他妈得成柳川的实验品。怕什么？啊！怕什么？大不了我们去兜李逍遥。小姐，你别挂了。你别过来。娘，李向阳给您磕头了。多歇会儿，换人。歇会儿。哎，小郭，你也歇会儿，都干一宿了。我不能歇，郭跟老胡还在里头，我得把他们救出来。大头，
我知道你现在心里啥滋味，我也有老娘了。我娘这一辈子带大我不容易，我现在什么都没了。死之前，刘学在墙上写了四个字：“莞尔大笑。”我明白他什么意思。你答应我一件事好吗？什么事儿？待会儿我去找风景，到时候你把我和后娘埋在一块儿。大头，别胡来！我娘死，她就是让我把骨头，变硬。我要是不杀松井，我他妈就不是条汉子。我知道你心里苦，可咱不能白白送死。可日本人不让我活，就这么一个老娘，我要是不为他报仇，还有什么脸活着？为什么又发烧？为什么又发烧？快点！太傻，太傻，すいません，太傻，すいません。丁大头怎么办？这男人讲究一个孝字，这个非常危险。你得盯着丁大头和他的手下人。嗨，防卫有防，骨肉尽头。李小阳的，你得怎么讲？我的心啊，跳得不行不行的。八哥，这个的标记，嗨，这个地方呢分成了两块，一块呢是关人的，这一块呢是实验区。你看这一块，你们的人就关在这儿。看来我们挖的方向是对的。丁队长在吗？我们少爷休息了，赶紧让他出来。少爷，少爷，杨翻译官走。去，你别动，他们是冲我来的。送警校队下手，我能应付得了。走，你走后面，咱俩一块儿走。不行，还有更重要的任务呢。走吧，走走。丁大头出来！丁大头出来，快点！干什么呢？啊！你想干什么？自己还不清楚？就是他，让我们跟李向阳。哼！王八蛋！你他妈俩是被狗吃了你啊！柳川先生正缺人做实验呢，我看你还嘴硬。带走！呸！白眼狼！李向阳，少爷，你要能听见，给我们家报仇！少爷，你不能就这么把人带走啊！哎，队长，后边歇会儿。再往里点儿，哦，呀呀呀！嗯，嗯，
是你呀、啊？你也给送进来了？咋的？给小鬼子这么卖命，赶紧的热脸贴在冷屁股上了是吧？你说你这辈子真是白活了，我娶一辈子给人当孙子吧，到了咋样？跟咱们一样死吧？啊，你说你干啥的？臭不要脸的！哟，你觉着委屈了是不是？这里边不舒服，那肯定的呀。你每天在外边给鬼子，这个多好啊！嘿，大哥，交谈德行。我也觉得这辈子白活。想打就打，想骂就骂。大哥，那咱打吧。我现在就盼着李向阳打进来，我和他一块杀鬼子。哎，你真见着李向阳了？我没事的，我跟他是拜把兄弟，我是副队长。说，慢点。小顾，铁心，怎么了，队长？怎么了？怎么了？都是石头。所有同仁，我在此感谢诸位的大力合作。明天晚上的这个时候，我们将开始配置最后的程序。人类历史上无形最强的细菌武器将在后天早晨在我们的手中诞生。大爱霓虹他靠苦帮子他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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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子太难帮子还要得要三三明天你得要用一号哦这个柳川一号今天晚上我要亲自看护他我希望他成为后天早晨第一个用湿巾吸烟的人这样我们将会得到最准确的数据王大大们嗨明天以今天为中心扩大训练范围十年以内不许任何人出入帮助实验成功嗨爹娘啊俺富贵也不知道哪儿修来这福气啊现在吃香的喝辣的小鬼子还替咱洗澡哎你们保佑俺多享几天福吧哎真是福气啥时候这么输的我呀哎呀队长要来了就好了队长你估计咱们现在挖哪儿了挖了两天了应该是进入实验区的医院了这都是石头怎么办往上跑是报告队长外面发现敌人巡逻封好洞口做好伪装快走小吴鬼子来了快点下来快
开始吃起鸟蛋呢？啊！告诉你都要吃，要吃就要吃鸡蛋肉，明白了吗？八嘎，走了。鬼子走了没有？走了，真悬呐！哎，小郭，你这鸟蛋今天可是立大功了，真聪明。走，走。兄弟啊，也要完了。放心，磊哥，他要是按照单位我就回了。看见没？他进来的时候还没有这么又干又胖的。那他是不是叛变了？水呢？小心发烧！那瓶都背桶了，那没凉的肯定发烧。有凉的才会发烧哦！你以为我是傻子吗？啊，哎，你得坐好。哦，我告诉你，明天你将要成为我的试验品啊！刘传一号，你很有幸将成为人类史上第一个享受这群细菌的人啊！不是。我不行了，我不行了！哎，别来人！我不当一号了，我不当一号了。孩子，快点！是。换一下。哎，没事。哎，今儿富贵是咋了？咋还没回来呀？赵往日啊，这时候都给咱扔鸡腿了。大哥，你别替他操心啊！我算是看明白了，就属这小子滑头呢。老二八哥，咱出去以后啊，你可得学好了啊，别带着弟兄们干那些没意思的事啊。二哥，跟着李下一干，咱就不自在了。屁话！你现在自在，就差给妖鬼子当实验品了。我告诉你，老二八子，这些年我没强迫你干啥吧？哪回不是你走你的，我走我的？这回不行了。你大哥我好像在这地道里看到一点亮光，那是救咱的，你知道吧？成，大哥，只要这子弹能出去，你说啥就是啥。
哎，给点水喝。呀西。明天早晨就是我们大家庆功的日子，我将向佐藤将军提议，给每个人记功。要抓紧时间，每个人回到自己的岗位，在天亮之前一定要把所有的原料合成。有那个高先生，明天将军就会收到这份威力强大的秘密武器。7年了，我为了他耗尽了我所有的精力，再有10几个小时他就要诞生了。要那个高先生，你的功劳大的不行不行的。大哥啊，赶紧手烂呢。哎呀，顾不上了。咋了，大哥？刚才还有动静呢，这会又没了。有希望，还得挖，还是他们来。别开枪，是我呀，老侯，老侯，队长，小郭，奶奶奶你好了，快上来吧。刘天先生，您看怎么样？很好，很好。去你奶奶小日本王八龟盖子！小杨兄弟，我说啥来着？兄弟还会再见。老侯，哎，过来。你没让鬼撒好脚，我你妈！他们还没那个胆对他，老郭，别走，哦，快，老侯，哎，给你枪，哎好，哎，富贵呢？他被鬼队带走了，按说应该回来了，今天不知咋了。他骂您是乌龟，这说明他身体状况很好嘛？啊，谢谢。这离实验室有多远啊？哦，出门右转，再左转，10来米就是了。日头升起之前，咱们的链棍断了。队长，看好。走。媳妇儿啊，啊，富贵到死还没摸过女人呢，啊，我冤呐，绣花。俺下辈子一定娶你。走。
绣花的什么的干活？啊？哎，绣花什么的干活？你管着吗？绣花啊！哦哦哦！刘传一号，哎，不要哭，不要哭啊，不要哭！你知道你将会享受什么样的待遇吗？滚，狗日本！啊！你放心，我会不让你受一点的痛苦啊！哎，几分钟以后。你将成为我的第一个试验品，啊！绣花啊！啊！力气！八哥，八哥，八哥，啊！李少爷来了！哎，李少爷了！哦，带人拦上吧。放心吧，快！想抓我吗？想抓我你就进来吧。
哦，李香阳，我们终于见面了，投降吧！宋江，我跟你商量件事儿，我把渡边还给你，你放我们走。三子，李香阳，你得今天不要想出去，你的队伍一个也不能出去，那你的渡边队长也别想活了。 我的老板，哎，你得要像一个真正的大日本武士一样，我得会跟你提供。杜明，你告诉宋江，你前面挂的是什么？细菌弹。你听清楚了，宋江，我只要一拉，这方圆十里谁也跑不了。 报告，那老子！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雷先生，你的报告，你的百姓会死的更多。嗯，你少废话，瞧好了，渡边，往前走。 我的那边，逃满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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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头，老八哥，太傻，人家一个没有。 里面有个洞。啊！啊！哎呀！哎呀！李夏呀！ 我心想啊，这下完了，再也见不到我富贵兄弟了。哎呀，我又是磕头是又是后悔呀。哎，你们猜怎么着？老二八子头怒啊！那个谁？哥哥哥，你看，哥，他又回来了，又回来了。只见富贵。啊！老猴，鸡腿儿。给我个鸡腿儿。这是俺耍小鬼子的。 老陆，你咋弄贼呢你？有本事你也试试。那是啊，别人蹲监狱，不死他也扒层皮呀、啊。哎，富贵倒好，把自己养的又白又胖啊，不但自己吃饱喝足了，每次还给咱弄个大鸡腿儿。<笑>那叫仗义，懂不？啊，对对对，仗义。不管咋说，富贵是立了功了。嗯。 你老把自己整发烧了，牵制了日本人的实验，还得奖奖你呢。哎呦，这打还奖励我！同志们，我们这仗打的小鬼子哭天天不应，哭地地不灵。他们原本打算把这毒鸡蛋治好了，到山里去剿灭我们大部队，可结果怎么样？还没出窝，咱就让他给炸了。<笑>我估摸呀。 宋，你这回又要寻短见了啊？<笑>哎，没有啊，宋江啊，托人给捎话了，说你要跟李向阳决斗。
一对一，跟我决斗，傻子才跟他决斗呢。队长，那我今天就带他们几个上山去了。好。小杨子，怎么回事？关旅长来命令了，让他们赶紧回山里，有别的任务。大嫂，小弟不回来了，回去吧啊。太子，沙头将军来电，说给我们派了一个游击专家来支援我们。哎，太子，不会是你当年的同学，老同学陶罐子谁吧？啊，陶罐子修了。啊，平安无事喽。直叫娘呀，直叫